大家好，我是郭守谦，然后目前是在公司担任销售大师。那我是2016年的差不多2月多加入。我在遇到爱多美之前，我是做网络销售。那我工作做过很多啦，包括修机车啊，然后系统橱柜业务，还有一些都蛮多的这样。但是我在接触爱多美之前的是做网拍。那网拍是一个蛮辛苦的工作，大家可能会认为它是很自由，但是其实它花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。基本上我们整天就是客人有问题我马上回，三更半夜有问题我们也要回。那在网拍的差不多中后期的时候，我遇到爱多美啊，我的一个朋友的表哥跟我介绍，那我当下听完一个小时，我就马上就加入，因为我觉得跟我原本在做的网络销售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只是我们不用去背负很多的成本。那为什么会想要经营爱多美？一个主要原因是时间自由，我觉得时间是很珍贵的资产。这样，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去梦想过一件事情，这想起来蛮好玩的，现在真的快实现了，就是每天睡觉起来口袋就会有5000块，好，然后就遇到爱多美，然后现在也是目前大概处于每天睡觉起来有2000块的阶段，未来就慢慢会达成嘛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心想事成。关于生涯规划的这个重要，为什么重要？因为我们人啊，因为梦想而伟大嘛，那实际上应该是因为实践梦想而伟大。那有另外一句话是说，不被嘲笑的梦想并没有价值去实现它。所以在写生涯规划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很可爱，然后觉得这个怎么会去想到，然后这个我真的可以达成吗？种种之类的想法。好，可是我要告诉大家，第一次写跟第10次写跟第20次写它其实不太一样。第一次写一定会很模糊，然后没有方向。随着时间的增加，你每次写会越来越精准。好，到你的几年几月要买什么车，然后要买什么房，然后你要做多少的就是社会公益，会随着时间的增加写的会越来越精准。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去撰写生涯规划。接下来介绍我的生涯规划。首先我想要分享房子的部分，好，目前我是租屋，然后一个月是8000块这样。那预计在2022年的8月会在台南或者是北高雄买一间2房1厅大概20到25坪的这个公寓，大概是600万。对，那目前开的车子是2006年的 Focus 的首牌，那预计在2022年的12月要买Focus ST 的，一样是首牌这样，然后在2024年的6月要买特斯拉的 Roadster， 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车子这样。那接下来是事业的部分，预计在2021年的12月的下周起完成钻石大师，然后再参加2022年的自动型钻石大师。然后旅游的部分，每个月给自己放2天的假，完全不管事情，然后就是去台湾很多漂亮的地方走走晃晃放松这样。学习的部分，现在的目标是每个月可以看完一本书，然后借由提升自己可以去协助更多的伙伴。那接下来是孝道的部分，每个月都会回家带父母去郊外散心踏青1到2次这样，然后希望在未来可以持续提供他们黑猫汗，然后益生菌，还有其他相关的保健食品。然后在健康的部分，持续增重到60公斤，然后并每天的去做简单的体能训练维持。然后奉献的部分，在达成自动型钻石之后，会开始去用物资来去帮助孤儿院，还有流浪动物之家，这个是我比较想做的。那以上是我的生涯规划。在这边对自己的期许的部分有3个，期许自己在爱多美可以培养更多的自动销售的经营者。那第二个就是培养我整个团队的阅读的氛围，就是包括我自己好了，就是大概1到2个月会看完一本书，那这个都是跟爱多美会有关系的。在李德佑珠光大师也有列出一个表嘛，每天阅读15分钟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特别重要。然后第三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刻画梦想，包括我自己也每年来去做一个检视，好，是不是真的有达到当初生涯规划书写的这样。那为什么这个梦想那么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动力来源。如果我们都没有去思考
我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，然后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。好，那其实在分享的过程中遇到挫折就比较容易退缩。好，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去撰写生涯规划。